Baba, Baba! Baba, you just play yourself. Baba, I'll be with you. Ha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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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Ha!人家还没睡醒呢，我头好疼。没事的，小朋友，让叔叔看看。孩子是肝火旺盛，别太紧张。讨厌的魔王又出现了，我们快去找李斯爷爷吧。哎，跳！哎，我的百草千金。魔王在利用爱看 iPad 的孩子吸收能量，真是什么都瞒不过您。我有配伍法阵可以对付魔王，不过缺少一位菊花精华。菊花？对，菊花是多年生宿根草本植物，喜欢温暖潮湿的气候。菊花能够清肝明目，可以改善上火的情况，蜂蜜菊花糕更是人间美味，配伍里少了它万万不可。知道了，来无影去无踪，让我们现在就去。每次都那么着急。这次你们休想得逞。记什么？小的在。这次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大王，我哪是他们的对手啊！我有法宝可以帮助你取胜。法宝？利用这个夺走菊花仙子的明目王冠，你的任务就完成了。什么东西这么厉害？你是谁？我就是世界上最最最最可怕的禁世魔，识相的就把王冠交出来。什么禁世魔也是怪的，没听过。居然敢小看我，那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啊，虫子，走开，走开！哈哈原来是个怕虫子的仙子，王冠还给我！禁世魔，又是你！他抢走了我的王冠，没有了王冠，我的法力就无法发挥了。哼！魔灵灵，把王冠交出来！想要王冠，门都没有！差不点儿，先追上我再说。啊！脸上好快啊！哟吼！我是风，来无影去无踪。好高哦，该怎么办？一定可以的。禁世魔，你逃不掉了。想抓我没那么容易。衍生，衍生还好吧？这个好玩。别玩了，禁世魔要逃走了。花正中心的溶液酸性最强，只要把王冠丢进去，任务就完成了。别逃，禁世魔！这回看。
怎么追？野生，这水是泡泡换的花蜜，有很强的腐蚀性，千万要小心哦。啊，好厉害！波璃璃，他想要用花蜜毁了美丽的王冠，住手，金石魔！哇，我居然上来了！决战吧，禁士魔！百草金黄，为我所用！波璃璃，草本精灵出击！我投降，我投降！啊，这我该怎么过去呀？菊花仙子，你怎么过来的？啊！哇哦！谢谢。起来吧，知错能改就是好孩子。我改，我改。胜负还不一定呢。王冠！啊！都是我胆小害了大家，严生。呀！嘿！说再见吧。战胜懦弱就能激发潜力，根本不需要王冠。大坏蛋，先招吧！嘿嘿，看我们最强一击！啊！不要啊！啊！耶！隐商是不是忘了什么事了？糟糕，魔王还在吸收黑暗能量呢。菊花仙子，请助我们一臂之力。好的，赶快开始吧。战胜恐惧，开始配舞。药石同源，健康之源。波璃璃，天人合一。菊花仙子，你终于不再害怕虫子了。那是，本仙子。啊，虫子，虫子，救命啊！啊啊啊啊啊大王，是你吗？又失败了吗？又失败了吗？怎么总是失败呀、啊？大王，你受了。孩子就是肝火旺盛，多加注意很快就会缓解了。嗯，多谢您了彭院长。另外可以让孩子喝一些菊花茶也能降火，抽时间多陪陪孩子，有时候陪伴比什么都好。嗯，一定一定，太感谢您了。默默睡觉了哦。
玩会儿再睡。玩会儿再睡。晚上不睡觉的孩子，这可是吸收黑暗能量的好机会。哎，咦咦，要听石英反应了。别怕，叔叔给你检查一下。告诉叔叔，最近是不是没有好好睡觉啊？魔王又在吸收黑暗能量了。波灵灵，赶快去找李时珍爷爷。哎，呀，哎，波灵灵，百草仙境。爷爷，不好了！爷爷，你的眼睛怎么了？啊，我的眼睛没事啊。这眼罩能帮助睡眠啊。爷爷，魔王又在捣乱了。我知道，魔王利用孩子睡眠不足，精力不振，吸收黑暗能量啊。那这怎么办呢？我配伍了对付魔王的方子，不过还缺少莲子精华。莲子？莲子是多年生水生草本植物，其实就是荷花的种子，具有治疗脾虚泄泻、养心安神的作用。莲子粥能给你一个甜蜜的美梦。在哪儿能找到它呢？《本草纲目》会给你们指路的。哼，想得到莲子精华没那么容易。大王有什么妙计？你过来。臭八怪，你过来。凭什么让我当小弟？从今天开始，我就是你老大。还反了你了。我很丑吗？你还想当老大吗？不不不，大王，我那是做梦。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。我看你呀，就是想造反。大王，我不敢了。草本仔正在寻找莲子精华，你快去阻止他，拿着。大王，吸烟有害健康。这是迷魂香，可以让人马上陷入睡眠，更方便抓人。大王英明，我知道怎么做了。这叶子质量真好，摔得一点都不疼。莲子仔，哎，什么情况？怎么办？快救我！他怎么了？波灵灵，难道是在梦游？睡着了还打人，明显是有暴力倾向。把你们都迷晕，再掳走莲子仔，计划完美。你终于醒了，什么事情啊？魔王在吸收黑暗能量，我们需要你的莲子精华阻止他。哇哦，这样啊，那好，我这就帮你们。不好意思，昨晚上玩了一个通宵。原来是个夜猫子。药晶石，是我的了，跟我走吧。奇怪呀、再看我，再看我就不客气了。好疼啊！沙袋。
好好的，怎么睡着了？迷魂香，原来我们是被人迷昏了。妈妈，莲子仔，你在做什么？妈妈，我在练拳。莲子仔疯了，他又在梦游了。梦游？那我们赶紧叫他醒来。直接叫醒梦游中的人不好。妈妈，我要吃蛋糕。我有办法了，快哄他睡觉。乖哦，快睡觉觉，乖哦。等莲子仔睡着了就没事了。太偏心了，你梦游就梦游吧，为什么把我当成沙袋，把他当妈妈？有办法，想吃蛋糕是吧？那我就给你蛋糕。蛋糕，蛋糕，你又想干什么？我要吃，我要吃。会把我当成蛋糕呢？原来是金石魔在捣乱，可恶的家伙！你想干什么？我要吃蛋糕！我不是蛋糕啊！快想想办法呀！完了！怎么了？妈妈。有办法了，金石魔，我知道你在捣鬼。这又怎样？哇，大沙袋！我的睡梦拳厉害吧？太暴力了！我的手镯，我的手镯！夜商，快使用药金石！百草金黄，为我所用！玻璃兵，草本精灵出击！大王，我又输了。我做了一个奇怪的梦，把野生当妈妈了。你的梦太暴力了。波璃兵，晚上要多多休息，要不白天会打瞌睡的。对不起，我以后一定改掉这个坏毛病。好了，我们开始配舞吧。药师同源，健康之源。玻璃兵，天人合一。大王，对不起，我又……你个没用的家伙！是孩子睡觉太晚引起的精神不振，目前看来没什么问题了。谢谢彭院长。梦梦，以后要早点休息哦，不然白天会没精神的。我知道了。